你好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这就是频道 Celebrity News Today 247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面对网上的一些质疑和流言蜚语，肖战总是用秀作品来回击。实际上，这样的应对方式最具有福利，也让黑子无话可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日有加官博谈到了青年演员歌手肖战，不仅公布了战取得的成绩，还称肖战是潜力歌手，真的很棒。你音乐榜官博表示，肖战歌曲光点一举拿下四冠，另外连续六周在榜歌曲 Top 2。肖战因此当选为年十大人气歌手，肖战温暖治愈的声线为听众带了无限力量，期待潜力歌手肖战今年继续突破。我官博这一番话让粉丝非常感动，有实打实的聚合成绩，另外还表达了对潜力歌手肖战的期极为感动。优秀的青年歌手再获认可，有你音乐官博称肖战是潜力歌手，另外还公布了肖战曲的一系列成绩，特别是年度十大人气歌手，实实在的荣誉足以印证肖战的优秀。当然，这些成绩仅仅是肖战荣誉的冰山一角，肖战在很多领域有所成就，除了歌手还有演员，肖战的作品多次奖也确实是优秀作品。恭喜青年演员歌手肖战，如官博所说的那样，期待潜力歌手继续突破，自继续用优秀的作品回馈粉丝们的支持。接下来肖战还会给粉丝们带来惊喜，静静等待好消息降临，对肖战保持期待，继续加油吧，青年演员肖值得期待，勇往直前。